买快筛试剂却意外的引爆肢体冲突。有女子到新北市新店的药局排队买快筛，她边等边抽烟，烟头还差点烫到了旁边的小朋友。孩子的妈妈火大，上前理论，结果越吵越凶，爆发了拉扯冲突。救护车紧急赶到现场，冲突似乎让目击民众看傻了，围在药局门口往里面瞧。两名女子在中午的时候来到这间药局买快筛试剂，结果在排队途中，两个人不小心爆发了肢体冲突，就这样在大街上打了起来。就争执嘛，后来争执，我也把他拉开啊，我妹也把他拉开啊，拉去当中就不小心，可能就是没有抽烟那个就跌倒了嘛，就这样子没有倒下就叫救护车嘛。事情发生在28号中午1点左右，新北市新店区北新路一段。当时戴姓女子边排队边抽烟，差点烫到旁边的小男童。学童妈妈是位韩国籍妇人，她护子心切，立刻上去理论，要求对方可不可以不要再抽了。结果两人因此不但爆发口角，还打了起来。混乱中，抽烟的戴姓女子摔倒，韩国妇人胸口、脸部也有擦挫伤，双方火气都不小，到医院验伤后要互控伤害。对方呢就生气了。就开始骂三字经，手跟脚呢就同时攻击我太太的脸部啊，还有腹部，还有用脚呢踹这个会阴部。根据了解，当时在药局外头排队要买快筛试剂的人真的很多。韩国籍妇人看到儿子险些被香烟烫到，口气可能又不好，引爆拉扯冲突。到底谁对谁错，谁先出手，警方还要调阅监视器才能判断。现在两人都想讨公道，后续得自己去跟法官好好说清楚了。记者桑文成、杨文豪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